你这算卖的什么萌啊？萌是送的，买一送一，那买什么呢？买，先卖萌好了。你有什么事快说，我很累啊。你气色看起来不太好，来摸一下看看。我没事。是有点发烧，就一点小感冒，不用大惊小怪。淋巴有点肿，喉咙痛吗？我们去趟医院。怎么，你还守着过去那有泪的回忆，暗自叶子，的唏嗯，嘘，你去美国的那这段时世间。界。我才发现，别哭，我有多不想让你你离开就我。在我心里，没什么好迟疑，靠近我心，重新找回你自己。你会相信，快递。这爱都被你灰心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没事吧？他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不舒服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休息了。走吧。叫你走呢？叫你走？让你走啊！让你走，让你走啊！都走。你先请，记得吃水果。照顾好自己。宝宝，有没有觉得他们俩比你还幼稚？妈妈不生气，妈妈现在什么都不想，妈妈只要你。都给我认真点，别再八卦了，都给我好好工作，认真工作，赶紧忙起来。谁也别想动我的孩子，谁也别想动我的孩子，谁也不能动我的孩子。叶医生来了。叶医生，他指定你的，你再劝劝他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不等孩子垮了，他就先垮了。就是啊，手术3个月以后的事情了，这么折腾，谁受得了啊？叶医生。你去告诉他们，我不要做手术，他们谁也别动我的孩子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但你怎么又忘了？你这样子，宝宝们会很担心的。他们喜欢温柔点的妈妈嘛，多笑一点，别哭了，好不好？我会一辈子保护好他们，不让别人看见。我会一辈子把他们抱好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而且你还要一辈子照顾他们，等他们慢慢长大呢。我会一辈子陪着他们，保护好他们的。我会一辈子照顾他们。但是你想想，你要照顾他们，要保护他们，你得自己有力气才行。你现在身体那么虚，怎么办呢？你得先把身体养好了，是不是？乖，听话，咱们躺下。嗯，不让别人看见。嗯，好，一定不让他们看见。不会让别人看见。我不要做手术，不要让他们懂我的恨。会，一定，我保证。对不起，昨天失控了。谢谢你给我的资料，我看了。所以你是去呢，还是不去啊？只要是对孩子好，我都会试。我承认，我这两天心里有点问题，我嫉妒了。我不是嫉妒他抢了风头，还是他当上了副主任。我嫉妒你看他的眼神，还要帮你挡玻璃的为什么不是我？好了，我都明白。